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、啊？有啊。啊，因为积水，然后你看到它不太会动。然后很危险。OK， 好。他原本下半身就有一点点问题了。他是后来就是发现他是爬，没有爬，也不会爬得非常的锁力啊。我刚刚说他原本是在下面，是下雨天积水。对，他就是我来上班就靠在我们里面的空地。哦，他在里面的空地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把他带去医院好了。对，我要先麻烦你们。其实我们前辈。之前也是用这个把它拿上来。他好像出过，他好像出车祸。你看那边有黏黏到伤口，我看到。不是，他那个他是擦伤。擦伤的 ，OK。要所以他目前他果实不吃之后，就只有你给他的鸡腿他才会吃哦。对。他食欲不好呢。对，他食欲很差。很差哎。他因为我之前做宠物店的，可是我对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只能先暂时判断他的情况。他都想要，他越想要，他越来越。进去蛮好的。这是他的心跳。是啊，他的心跳，然后上面一节一节的那是脊椎，然后往后面那里就是一些肠道，这可能一两个礼拜就生了日常成熟。有一些地方是有，就像这个，像这一个部分的话是，就是那个部分是水，黑色部分是水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有东西掉下去？有可能是一些血块，一直往下掉的感觉。对，它是一些血块在里面悬浮。了解。对，然后它，你看，它是不是在喘？它有一些地方看起来像是腹水。但我不知道他的那个腹，因为有一些怀孕的时候或营养不良的时候也会有腹水，还是说他是刚刚有？